五月八日晚，林志颖通过微博晒和罗志祥一起享受美食的照片，并称边吃小吃边录节目真是幸福，还特意艾特罗志祥。照片中，罗志祥和林志颖两人一边享受美食，一边在录制节目，还对着镜头耍帅比赞，十分的惬意。值得注意的是，两位男神都是冻龄一般，颜值超高。随后小猪还闹乌龙，在林志颖微博下留言，你是不是多大了一个小子，应该是边吃边录节目，真是幸福吧。结果被网友抓包，边吃小吃没毛病呀。还有网友点赞两人，我偶像和我哥的偶像一起录节目，我也很开心，期待节目。更多精彩请下载中国蓝 TV。